退让了，你退让。
台北市进出口商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林希俊先生，把4000块钱的奖学金赠送给4名红叶队的队员。这4名红叶队的队员都是在今年7月份毕业，要升入了初中。现在他已经赠送完毕。我想跟台湾省体育会的理事长谢国成先生，也是全国棒球委员会的总干事，想请您谈一下红叶队，我们表现得非常的好，同时他们水准的确相当的高。您看将来怎么样继续培植我们的少年棒球？是不是准备送他们到国外去比赛？红叶队的这个成绩昨天是非常好，也得到他们的这个平常的水准。不但这样子对于这个国际上来看我看也相当高水准的。所以我想这个技术给他们训练，尤其是国际上都是有认识的这个球，所以我们等到这一次的大会完了以后，我们马上给他们以这个认识的球给他训练。这个认识给软式的训练不会那么多大的这个差别，所以我想1-2个月的训练就可以得到这个相当的这个水准。训练了以后，我再想办法给他们有出国的机会当然要各方面技术给他们鼓励努力，使他们这个有这个技术训练的机会。这个棒球呢也是这样子，这个其他的球类也是这样子，都是少年就是只有打基础，所以我是不想这次的成功就是永远的成功，要继续努力才能够得到他们这个真的好的选手。这个王静志选手也是这个少年棒球队出来的这个一个世界上的好手。我想大家对红叶队都非常爱护，一定会支持您对他们的支持。请各位都帮忙我想请红叶国校的胡校长您谈谈你们学校这个棒球风气为什么那么好。首先呢，我要现在感谢这个各界对我们红叶队这样的爱护和支持。我们红叶队呢也可以说是各界的爱护和各界的帮忙，今天能够这样的这个是大胜日本队呢，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这个鼓励。是的。邱教练，红叶队的邱教练，您这个教练他们非常有成果，同时我知道您对他们的这个教练非常严格，也很有方法。将来他们要准备打硬式的棒球，据你看，如果他们打硬式棒球的话，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准？他们要怎么样继续的来苦练？是的，刚才理事长也是谈过这个硬式的事情，我认为也是这一点，这个要训练这个硬式的也不这么很难，就是很短促的时间可以训练一个硬式。你们这个投手是胡武汉，他昨天表现得特别好，我想所有的人现在都已经认得你了，我们对你很佩服。你这个练棒球为什么你投得那么好？你这个变化球怎么样练的？你讲讲看。首先是练习那个软的球，然后我们教练就讲是怎么丢。你练了有多久的时间？3个小时。什么时候开始练？你练有多少年了？从3年级开始就练了。3年级，是你现在刚刚毕业，是练了3年，是练3年也这么好，很不错了。你将来是不是还要继续打棒球？是，继续练棒球。是，好，你们这红叶队，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爱护你们。明天要跟日本少年队是中华少年队对阵打，投手是哪一位？还是由胡武汉。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手你介绍一下参加中华少年队比赛的？可以哪几位介绍一下？有胡武汉，是还有一类手顾锦才。顾锦才还有王志仁。是王志仁昨天打全垒打。是胡永辉。对，胡永辉还有这个胡忠国36胡建州。对
胡先洲，胡先洲，胡先洲，啊，金，邱金光，哎，乌龙，乌龙，是，他们几位也是都打得很好，哎，打得很好，就是未来的选手，未来的好选手，希望你们继续的努力，也希望你们能够明天再获胜，我们电视公司明天还要实况转播，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红叶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是在新竹市的建华国民中学操场举行。这场比赛原来是要在2点钟举行，但是现在已经3点钟了，因为场里的观众有3万以上，有的是在体操场上，有的是在屋顶上，所以叫这一场比赛呢不能够顺利的进行。直到现在为止，虽然第一棒日本队的第一棒野田俊信已经等待要打击了，但是场地还没有清理好。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还是由客队日本队先攻。日本队今天的攻势似乎是很厉害，这是很顺利的，两个人上垒，这是日本队到我国来比赛所没有过的现象。现在担任日本队第四棒打击的是昨天病假的山本龙9号，他今天出场参加比赛。日本队今天的攻势是不是很厉害，一下子就有两个人上垒，现在只有一个人出局，山本龙这一棒落空。现在日本队进行打击的是第五棒高森太一，他这一棒落空，被三振出局，换场。日本在第一局的攻势中没有得分，但是有两个人上垒。日本队今天排出的阵容是由5号吴寿之担任投手，捕手还是由3号野泽俊信担任，红叶队的投手还是胡武汉，捕手还是胡永辉。现在第一棒担任红叶打击的是27号的古进才，他是一垒手。27号古进才这棒打出去是一个全垒打，他第一次打击就得了个全垒打，为红叶队得一分。他是今天红叶队第一棒，同时也是第一次出手打击，他一下子就得了一分，已经进来。的投手胡武汉这棒打出去，被捕手捕到球，在一垒捕杀。红叶队在第一局的攻势中得了一分，以1-0领先。日本队现在展开他们第二局的攻势，现在担任打击的是神田刚志，他们的二垒手。刚刚第一球是好球 ，strike。日本队现在展开他们第二局的攻势，现在已经有两个人出局，现在是由他们1号石村信三担任打击。胡武汉刚刚投出的球是2个好球3个坏球，现在石村信三准备打击，现在是3振出局。日本队在第二局攻势中又没有得分，现在红叶队还是以1-0领先。胡先洲刚刚一棒打出去是他们第二局的攻势中的第一棒，现在已经被杀出局，红叶队在第二局的攻势中已经有一个人出局。红叶队今天打击非常的强，在第一局的攻势中就已经得了一分，似乎是很不客气。现在是由古进言担任打击，红叶队现在展开他们第二局的攻势，赖俊木担任打击，这一棒是线外球。刚才胡先洲和古进言已经双双被杀出局，红叶队现在还是以1-0领先。
红叶队和日本少年棒球队今天在新竹的比赛引起了很多的观众，因为场地很小，所以有的人是在树上，有的人在网子上面，有的人是在学校的屋顶上面，大门上面也有很多的人，更远处的一个宿舍的上面的屋顶上呢，也是有人，连计分牌的上面也有很多人站在那里，影响了比赛的进行。红叶棒球队已经开始在练硬式棒球了，他们今天上午到警备总部来拜会刘玉章总司令，刘总司令就送给他们全套的打硬式棒球的工具，他们非常高兴，因此就在这儿练起来了。现在我想请红叶队的郑顾问来跟我们谈一谈硬式棒球跟软式棒球最显著跟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郑先生请您做一个解释。这个是硬式棒球，我的这个右手方这个是软式棒球。那么我看的这两种球类呢，最主要的不同，一个是很显著的大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第二点呢，就是硬式的呢是由皮来做的，它质量是皮。那么软式呢，它是由橡胶来做的。那么第三点也是最这个不同的一点呢，就是两个比赛的时候规则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他，就是他这个最三点最显著不同的地方。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练硬式棒球了。我曾经跟这个红叶队的邱教练谈过，他说大概一两个月之内就可以适应。邱教练，你现在已经开始指挥他们这个打硬式棒球了，你觉得他们究竟在多久一定可以适应？我的看法是一个月，不要一个月就可以适应了。你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听有的人说啊，这个打硬式棒球，以前一直打软式棒球，现在改打硬式棒球啊，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适应。你认为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可以适应？你的理由是什么？其实这样，第一个嘛，我们这个球队的这个每一个人的选手对这个棒球很有兴趣，很感兴趣，这是一个。第二个嘛，我们这个现成的我们这个体力，我们球队的体力呢，已经在国际上这个少年队的这个体力上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是标准了。所以这个一改变一个因素的话，就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训练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嘛，因为这个软式硬式的这个规则一起各方面大同小异的，可以很快的就写好了啊。是，现在你是不是把投手胡武汉跟捕手胡永辉请他们过来一下啊？好的，看他们适不适应这个。是，你请他们过来一下好吧。胡永辉，胡武汉，怎么难应这么打呢？叫胡武汉，胡武汉，快点，胡武汉，胡武汉。你现在已经开始打硬式棒球了，你觉得习惯不习惯？觉得也习惯了。习惯，喜不喜欢打这个硬式棒球？喜欢了。你现在也开始打硬式棒球了，你这个投球的时候跟你投软式棒球有没有什么不同？差不多一样。差不多一样，你是不是很习惯呢？很习惯。你将来要怎么样继续练这个硬式棒球？我讲。好，你讲。就是天天一样的投，这个习惯，这个因为这个软式是比较小一点，这个硬式比较大一点，这样习惯这个抓，每天抓这个大一点球，自然而然跟软式一样。好，继续练好了。我现在要跟刘总司令来谈一谈，因为刘总司令送了他们一套球具，同时刘总司令对他们也很爱护。刘总司令。请您谈一下，就是您看这个对于红叶队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您现在在看他们练球？我们看看他们这个练球啊，我自己啊不够内行。不过我们啊只知道他们的这个成就啊非常的辉煌。是。因为我们在他们今天来访问啊，我更加觉得特别的啊兴奋。这一回啊，那么夺取了国际间的这一种辉煌的荣誉啊，我们更感觉啊，对于他们好像啊有进一步的啊情感关系一样。是。所以这回到这里来啊，我们更加觉得
要特别表示欢迎他们，更加来，那么来慰勉他们。是，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各位观众，全国少年棒球赛的总决赛，今天下午这场比赛由台东红叶国小对台南的永福国小。这场比赛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局的下半局，由红叶进攻，比数仍然是0-0，双方都还没有得分。现在是红叶队进攻，红叶是在预赛的时候东区的亚军，永福也是在预赛的时候得到南区的亚军。现在这两队相遇，两队的实力相当，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两名红叶队的球员被判出局，但是在三垒上已经又有一个人随时有得分的可能，比数0-0，进入第四局的下半局。击出一支滚地球，但是他这个球丢到一垒的时候没有接到，红叶队得到了一分，然后打击手又跑上了二垒。现在红叶队在永福国小防守疏忽的时候首先得到了一分，比数是1-0，暂时领先。在二垒上已经有人上垒，红叶对于棒球运动一向非常的重视，他们已经风靡了全国，而台南市的永福国小音乐风气非常的盛，但是他们对于体育也非常的重视，而永福的棒球水准也是相当的高。现在由永福进攻，已经有两名球员被判出局，刚才打击手在得到四个坏球以后被送上了一垒。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五局，由永福进攻，比数是1-0，红叶领先。现在永福士气非常的振奋，继续来第五局的比赛。现在已经比较紧张了，四个坏球，红叶队的队员被送上了一垒，继续在进攻，两名球员已经被判出局了。在一垒上的球员随时准备想偷上二垒，但是投手看得很紧，先投上二垒，终于投上了二垒，已经有两名球员被判出局。现在局面非常的紧张，因为很可能得分，要不然这局就要结束了。在二垒上的随时想偷上三垒，在已经是两个好球三个坏球了，如果这名球员再被判出局的话，这一局就要结束了。现在击出一支好球，这名球员被判出局，第五局结束，比数仍然是1-0，红叶队领先。现在永福加紧反攻，这球打得非常漂亮，但是他自己跑上一垒的时候被判出局，在一垒上的偷上了二垒。现在已经有两名球员被判出局，一名球员在二垒上，比赛进入到第六局，永福国小加紧的反攻，球场上布满了紧张的气氛。两个好球三个坏球，现在局面非常的紧张，有一名球员在二垒上偷上三垒，现在他偷上了三垒，永福国小现在很可能有得分的机会，但是局面非常的紧张，因为已经有两名球员被判出局，而又是两个好球三个坏球。现在这个球击得非常漂亮，但是永福国小在上一垒的时候已经被刺杀出局了，因此功亏一篑。第六局仍然是0分，红叶队只在第四局里面得到1分。
现在由永福进攻，永福是不是能够反攻，就在现在的打击了。一名球员被判出局，现在上一垒的时候又被下四杀出局，已经有两名球员被判出局了，还有最后的机会。现在这球击得很漂亮，上一垒，安全的上一垒。现在已经有两名球员被判出局，继续还有最后的机会。已经有三名球员被判出局，这场比赛结束，红叶队以1-0险胜永福队。